地面，但是不要碰到地面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？马步跳起来交换，这样子。哇，我们 Andy 手脚很灵敏，很灵活，也很灵活哎。对啊。那这个其实除了可以练到你大腿前面的肌肉之外呢，也可以练习到后面的肌肉。好，两边的肌肉都练得到。两边的肌肉都可以。好。那打开之后呢，用你的左手去碰你的右脚，就会这样，这样子。哎，非常 OK 啊，这个学生 Andy 很能 Q 哎。对，来 Andy 看好了，跟着我们的孟哲哥哥。啊，这是我们侧身的促膝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。右脚。